脆皮猪脚，德国的肉，还有马铃薯泥。现在来到南澳的德国村，就什么都变德国的。我现在喝德国啤酒。没有辣辣，就很顺的那种甜甜的啤酒。高粱。刚刚吃了猪脚之后，你觉得那个如何？评分？如果一到十分，你会给几分？一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吃尤加利叶。那个啤酒怎么样？那个啤酒，黄的那个还蛮好喝，但黑的那个很香。你不要偷拍我。你怎么在这里？现在要来 check in， 好像很高级哦。我们现在 check in 完了，结果后来发现我们住的地方不是在 check in 的这里。它要离多远？没有很远，没有很远，转角，就是不同的 building。现在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第二天的房间。这楼梯刚上来啊，就是一个小客厅，这样。的电视，然后茶几桌、冰箱、热水壶，然后这是第一个房间，这是第一个房间，然后就是一张双人床，应该算是加大的双人床。那这个衣橱里面也是有附毛毯，然后两个 UB 的枕头。再来，这是他的厕所，他厕所蛮酷的，他厕所是做打通的。两个房间的中间，这是另外一个房间，也是一样一大床，有熨斗、烫板，上面也是有毛毯跟枕头。我们今天住的房子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子，还蛮干净、蛮新的。
们刚刚走那个桥，走到一半，然后发现其实对面那座山啊，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，所以我们就决定我们要回程，然后提前就是去阿德的市区逛一下。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要回墨尔本，所以要提早出发，不然要开很久的车，回到家都晚上了。现在在阿德的唐人街，现在他们三个人呢在讨论就是要吃哪一家今天的午餐。关门吧？啊？关门没有开？没有，他 Google 也说没开，但我们只是想要确认一下。怎么办？找不到东西吃，因为今天一色的。哎，中华门。今天很多店都没开。所以我们现在找不到东西吃，连续假期。